创意在游戏的微软游戏的游戏机陆续出货的带动之下，七月份的营收月增四成，达到了5.97亿元，营运逐渐走出谷底。展望第三季，法人表示，以微软游戏机的预估出货量来看，对创意的营收贡献度上看19.5亿元，因此看好创意第三季的营运，渴望从谷底翻身，季增上看七成。